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，财产、虚荣、奢侈的生活，我总觉得都是可比的。人生在世，都有所追求。有人追求名誉地位，有人追求花天酒地的生活，有人追求事业上的成就，有人追求给别人带来幸福。由于目标的不同，追求也就有高尚庸俗之分。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的，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，财产、虚荣、奢侈的生活，我总觉得都是可比的。这一名言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。一些以权谋私的人，一些搞不正之风、搞特殊化的人，就是因为他们追求虚荣奢侈的生活。人们追求不同，是和人们的幸福观的不同有直接关联。追求庸俗目标的人，把花天酒地、挥金如土的生活看作是幸福；追求高尚目标的人，则把为人民谋利益